你说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妈妈，对，加分啊，帮未来的自己加分，太假了。台南送礼给女友妈妈太假了，丰田浪漫绝缘体求婚计划超务实。萱姐，手机怎么样才能做进港美里？我现在在他头上钻一个洞。哎，不是这样子吧？我跟你说，丰田根本就是本色演出啊。对啊，但不一样啊。我私底下没那么那个说怕怕的样子。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？自带幽默的丰田驾到了，他在台剧《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》是个爱情龟缩男，跟现实生活的直白完全相反。比如说像之前母亲节啊，你有陪女朋友回去过母亲节吗？为什么要陪她过母亲节？有机会可以升华成家人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日本没有这种文化，所以也没有跟他们家人吃过饭。有啊，有吃过饭，但节日不会特别要怎么样。你说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妈妈，对。加分啊，帮未来的自己加分。太假了！哇，你很真诚哎，因为很多人都送。真的？对啊。那他会觉得你不贴心、不浪漫吗？放弃了这一块。他说你不浪漫哦。超级不浪漫。可是你今年不是有参加那个威廉的那个求婚吗？对啊，当下我有哭，感动到哭，但是就是。自己幻想，如果我真的要做到这种惊喜，我一定会疯掉，绝对不要。我已经暗示过了吗？但大家应该心里有个底吧。这个人绝对不会做浪漫的事情。在家里吃晚餐，然后吃一吃，然后在讨论未来的事情。在家里，在家里啊，当然先确认要结婚再去买戒指。你会不会被翻出啊？爸爸，你确定他会希望是这种吗？没有一个女生喜欢这样。对，这五年比如在存什么结婚基金之类的吗？不一定是结婚的基金，但是一定要存钱的。我之前买的美股跌到。不怕不怕，丰田来台发展七年，手上的节目啊是越接越多，不晓得还能不能抽空参加全明星呢？其实第一季的时候就已经跟阿旺哥说不要去，他说你懂，所以他没有就没有看在眼里。那你真的有运动能力吗？因为介绍一下，大家好奇啊。应该是说中上，中上，就是可能比平均有一点点。就用这个身高优势，但是不要跟我那个平浩，不要跟那种年轻人比较了，但是比吴尊好了，哦，我比吴尊好一点，因为连徐峥姐都说他很想参加。哦，对，我有劝他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定会受伤啊，我是不会受伤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上场嘛。为什么不受伤？我反正。